感谢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咱有机会伫遮甲遮个青年人三甲斗阵。逐摆若甲青年人斗阵，啊，遮个青年人拢会看到我实在是足爱哭。奇怪的，甲遮个真侪场合我袂哭呢，甲青年人斗阵我会哭。来进入泡泡看咯。因为我直直感觉，这个社会青年人直直出来，青年人一代搁一代真正当起坐伫上帝顶面的人生无多。但是我要讲，伫人一生的中间来当。你这个人，无论你外高，无论你外认真，你的本质按怎样，乃当阁加一个上帝，你阁加上一个上帝，你绝对是一个无同款的人。你要讲阿门无？你无论你外高，特别是你哪高哪肥啊，人来看家己哪高，对细汉拢是第一名，对细汉拢是胜利主义起来。我讲你是危险的，因为你身边有太侪诱惑，然后太侪通让你骄傲，然后你到尾变作一个骄傲，看袂起别人。对这个世界，对这个所有甲你有关系的关系，你的观念、你的认识，拢是错误、无正确。所以咱常伫咧讲，这个人是伫天龙国大汉。这个人是伫什么款的大汉？因为伊真正是伫生活的层面，实在是一个白痴。对不起，用我，管用我。我这个话有简单，但是常态，常态。青年人真多啦，但是现代的青年人，伫了伊的人生充满。迷惑，亚洲人受一个人影响真深，叫做 Confucius。Confucius 就是孔子，但是 Confucius 若无注意，他会变成 Confucian， 就怎啊变做真迷惑。偌侪青年人伫伊大汉，无论伊受偌侪教育，无论伊的教育程度怎样，伊对伊的人生是真迷惑。张师大咱边仔这间学校是真好的学校，我直接进入第十年要伫遐教书，哪来哪侪学生四年该毕业，唔敢毕业，叫做延毕。要收我的科大，其中千外个在争，收入我的科的人的学生，咱安尼站脚地欢喜个。但是明明都有几个，哪来的哪侪大学期都有两三个，故意无爱来读书，故意作业无爱交，故意让我开始拍零分，然后就来到延毕。延毕的意思是延迟毕业。爸母当厝内是当个急讲，我的囝要毕业啊！我的囝四年，我的囝还剩一学期，就要毕业啊！当出去吃头路，唔知伊的囝伫学校内面真 confusion， 我到底出去，唔知要创啥？我的人生到底要行对倒一去？这是一条。另外一个是，啊，要出去唔知要创啥，所以搁读硕士班，搁考硕士班，硕士搁毕业，嘛是唔知要创啥。所以人生少年人一个真可怕的是，你的人生何去何从？看到现代少年人有真多，这个叫讲笑容伤少，但是真紧生气。这现代少年人真敖生气，爸母甲你讲无两句话就掠狂，暗时真晚困，唔知你无影响。无闲到十二点也唔困，一点也唔困，两点也唔困。然后下早时怎啊变袂听？暗时要困，该困困袂去，下早时该结结变袂听。有这款现象啊无？
有哦，有哦，卖过去，笑袂使甲比啦。OK， 这是做大比的普遍的现象。现在少年人已经吃到遐侪岁啊，也唔知啥物叫做疼，爱疼伊个厝内人，啥物叫做疼厝内？妈妈伫厝食，去灶骹斗三工，食了后，妈妈伫辛苦，斗收斗洗，涂骹也斗扫无，家己个房间也斗整理无，弄到那几条嘞。对身边欠过慈悲怜悯，爱太少，但是话伤多，真侪时阵佫白贼话真侪，所以白贼话包括讲话不正确。讲话，你一句话，伫描写一项代志，描写了无真，然后听的人常常受你的话影响，含伫边仔去。读册伤少，上网的时间伤多，这有影无影？参加外口活动伤多，参加教会太少，真是少年人。还搁在讲厝呐大呐大，但是厝内的人人会呐少，大个人到厝内到袂调，见大就要冤家，所以大人天天走，但是大个人厝呐买拢呐大，生活呐来呐方便，时间家己的时间，该乎你对的人的时间呐来呐少，讲专家呐来呐多，问题呐来是嘛呐来呐多，药啊食呐多，健康才呐少。你看起现代这个社会。含了伫一个 confusion， 一个真迷惑。少年人伫即款个环境伫大学，少年人伫即款个下面，那耶稣伫即个遮，伫咧讲来跟对我。少年人来跟对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得着伊。少年人来跟对我，少年人来得着这条路，这条真理画面个路，这条丰富人生个路，来恁来跟对我。耶稣家己本身伫咧讲这句话是三十岁，所以跟随伊的人嘛是二十几岁尔。因为伫这个真 confusion 的社会背景下面，咱的青年人，你要甲客伫倒？咱的青年人，你伫咧要甲客伫高薪吗？那大学的入学门槛已经遐尼低，然后就对国校。你国校伫伫报告到高中，报到高中，也阁无钱去大学通读。那安尼，毋是你的囝 IQ 无好，是伊已经家己失落，主动过家己的生活。伊毋知影即个读册是伊的责任，培养家己的能力、知识是伊的责任，因为拢爸母甲说法条条，所以伊拢无责任。因为，所以我要强烈期待所有英国教会父母，请恁的囝正常取居，读册作业是伊的代志。你着对细汉仔的朋友，这是你的事，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的责任。大人把伊的责任做好，你有需要爸爸妈妈斗相共，你讲一下，爸爸妈妈永远伫你身边。若无，你拢自由，但是团聚时间一定要保留。礼拜日一定要保留，只要你只是上课认真，回来会当照起工，固定坐咧读册，该休困休困，去爬山爬山，家庭要出去就出去，大人该迄个时间拢利用，然后你的头脑无乱想，无半暝是上网到半暝也唔困。我甲你讲，咱拢家己读册，家己进修，袂晓咱即下只毛少峰老师，咱只毛蔡兰老师，礼拜日坐咧，老师即安怎样？你不要啊！这样让我真侪老师、真侪哥哥姐姐给你解答。当然，你若真正爱，爱有人去陪伴一下，去陪伴一下，一段时间，这样就拢自由出去啦。我咧讲的是，即卖社会真侪拢扭曲的生活形态。耶稣讲来跟对我，来跟对我，这个跟对伊的，原本拢是土语人，拢是足平凡的。平凡人，我要甲咱讲，这位真来兄弟，我是一个饲牛囡仔。我直直讲，伫我头前所有家族的人拢国校毕业，饲牛囡仔干那会晓饮茶、收草、
布条啊，豆水车，就敢若一个，我怎啊去教会读册？我嘛伫教会读册，才去拄着即摆无输你。去教会读册，佫会抓着好某，主要是好某，毋是好某。上帝恩典真正大，人生的改变，耶稣来恩典我。OK， 我即个要将我的时间交留给咱的青年。咱的青年，你无信靠的信，然后对信按照一步一步深信，咱甲超人发展，好好来安排。我是巧云，平安。平安。我毋是出世伫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自细汉嘛无去过教会，啊，毋过感谢上帝恩典，予中华的每间五教会，伫学校有办一个野外的主日学。每一礼拜，我真喜欢去学校，会使听圣经的故事，做劳作，甲食点心。大汉真正熟悉上帝了后，我去想着这段的记忆。我感觉才温暖的。我较细汉的时阵，迄福音的真迹一直压，一直压伫我的心内啊。啊，毋过，伫细汉到大汉，伫学校读册，甲人际关系，佮有甲同学的斗阵，定定去互欺负，我感觉生活有遮大个压力，嘛，互我变作定定有无好个想法，定定嘛走去便所咧哭。暗时咧睏的时阵，常常梦到妖魔鬼怪咧甲我追杀，甲无法度喘气，嘛梦到家己对真悬的所在跳落来，安尼常常惊醒过来。伫基督教的大学，东海大学受洗了后，我的生活嘛是无改变，人际关系嘛是无好，常常甲人发生纷争。伫教会嘛是安尼，哈阮老师时常感觉真烦恼甲头痛，定来为阮遮少年的排解纷争。真侪人讲是我毋好，都会爱改变。所以每一工，我干那会当关伫个房间哭，我真正是无办法啦。找人嘛感觉我的想法真奇怪，哪有安尼负面的想法？感觉我想伤济。我靠咧对主讲，主啊，我嘛想要做一个好的人，一个古锥得人听啦。啊，毋过我实在无办法。迄个时阵，我先来想，假使我是安尼无古锥的人，无定离开这个世界，对我会较好，若对大家会较好。因为我毋知影我活咧对这个世界有啥物贡献，我有啥物价值。真正是行无路的时阵，上帝会伸手来帮助我。伊引导我去报名教会一个课程——亲密之旅课程。有两位性命真水的老师在教导我，让我重新去学习讲安怎把家己的想法、甲情绪表达出来，嘛，让我负面的情绪有一个健康的方式去讲出来。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创宣团的，伊伫下课了后生活当中，嘛常常鼓励我、陪伴我去发现我的优点，甚至伫无闲时下伊的学习当中，伊半暝啊来找我，伊讲一句话，好才感动的。伊讲我担心，我烦恼你。迄时阵我的目屎哭落来，我咧想，这世界上哪个有人会关心我、理会我？然后每一天，透过读经甲祈祷，我真正有发现上帝咧对我讲话，我心内嘛开始有安全感甲喜乐。进前伫教会定定甲我冤家的朋友甲我讲，巧云，我感觉你生命改变毋是去上卡内基课程，是对上亲密之旅开始。因为迄时阵我定定甲伊分享亲密之旅课程上学到的东西。今天团体市民嘛，甲我讲，之前伫遐，因何看到你拢是由头甲面，嘛无爱甲人拍招呼。即摆我是有笑容的，会甲别人拍招呼的人。后来实在我的人嘛，无法度相信我较早是安尼的人，因差别真大。
即马我的心内惊减了真侪惊吓，嘛开始有平安，伫教会会使稳定聚会甲服侍。我想要讲，实在上帝真正有够好诶。最后，我想要分享一段经文，伊伫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伊讲：所以人若点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当变成新的啊。感谢上帝，即摆我伫基督内底，已经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拢变成新的啊。我要把一切荣耀甲感谢献来伫天顶的父。以上是我生命的求见证，多谢大家。我来演好两年半，我有看到小云真正甲我拄拄来有相像。我要邀请青年人，你行入来教会，你找到一两个你会当信任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伊会陪伴你。你来找传道，你会来找牧师，你找牧师娘。你找咱教会一挂，即个信仰的长辈、地面老师，我想真侪人欢喜陪你，然后你就从直直爬起来。你会当有你的努力，你家己愿意做，我愿意。然后接到一群人欢喜手就伸出来。所有的物件拢是两方面，一个是主耶稣的目标，嘛爱你讲主啊，我伫遮，我愿意。主耶稣的呼召，嘛都爱你讲主啊，我欢喜跟定，请你引带。所以这是两面。所以若确实有即款的人，我要请邀请青年人你来，你家己站出来，因为别人甲你杀，迄个能量阁是真无力。我除了青年人家己主动以外，我嘛要请父母会记得将即个信用传予你的囝。比老财产较要紧，把这个信用当作你的财产，上要紧的一部分。每一个教会，我去过的所在，拢呼召几人个去读神学院，后来做牧师。来到咱的教会，主母是我第一个，我鼓励，伊就讲好。然后，伊的父母搁较鼓励，祖母，伊毋是真聪明的囡仔，你讲是毋是？伊毋是真聪明的囡仔，伊写文章连逗点符号都无一定好写。所以，这个什么叫做见证？见证就是把实实的我完整呈现。祖母爱我个声，伊爱写爱去高雄啊，伊爱写一个自传，干来逗点符号，遐用字我都甲改了。啊，意思是，你要看见家己的进步变化偌大，就是对遮到最后，去咧看迄段。所以你看，到时你会看讲。伊一个行入来伫信用领域的囡仔，后来十年、二十年后，甲中中毕业、甲迄个大大毕业的囡仔，我差别偌大。我无过所在，大大一大堆，博士一大堆，但是伫人生的思考、伫问题的判断，无拄拄伊较好，因为咱是。一世人伫咧思考人生、人性，咱咧思考啥物对人诶生命、诶健康、丰富、上水。一日到暗，我咧想诶就是即个问题。然后一世人，我用即个领域，佮加上信仰互我、上帝互我，因是因诶领域，干那因诶领域，啊，因诶领域甲人生无一定接袂起。
祖母对家来开始，都是他新人一进来，那那个祖母发展多啊。是因为他问了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几天啊，我感谢上帝，好好一个机会，徛伫遮，甲大家做这个分享。我嘛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互我带这信，这个信仰内底，互我读圣经，来礼拜主，传福音。在我生命中，有两个改变我一生。的看法，甲我未来要行的路途。伫我高中的时阵，迄时阵我爱耍画画，别人画东，我就行东；别人画西，我就行西。嘛因为安尼，造就我常常做唔到代志，无经过大脑，就做唔到代志。在高中时阵，我甲同学伫咧下课的时阵，偷了一台脚踏车。伫迄时阵，阮偷了真欢喜，阁欢喜骑脚踏车，买饮料、食物件。迄时阵是礼拜五，伫礼拜一的时阵，阮是考试，学校广播。阮三个人的名，爱阮马上到教官室找教官。彼时阵的阮，阁毋知影阮发生啥物代志。伫到阮到教官室的时阵，一入去，阮的家长拢伫遐，警察三位伫遐，到教官主任拢伫遐。伊问阮，恁礼拜五的时阵去倒位？阮讲阮去补习，因为阮三个是同一个补习班的。阮讲阮去补习，伊阁问，安尼恁去补习以前恁去打？阮讲，阮去买饮料。阮无讲靠偷脚踏车，无人遐讲嘛。警察就讲，啊你安怎去买脚？安怎去买饮料？阮讲，阮行路。这是阮讲的第一个白贼。在彼时阵，阮讲这个白贼，警察讲，但是在监视录影器内底，看到恁是骑脚踏车。阮讲，系啊，无人抓到啊。警察佫讲，恁知影迄台脚踏车是安怎来的无？阮讲。阮敢看人笑，这是第二个白贼。阮完全无想到，阮个歹代志已经被人发现了。了后，因就请阮对因到派出所。我和妈妈在就车，妈妈问我：“祖母，你敢真正有偷脚踏车？若无，你就莫甲同学安尼。”伊就坦白甲警察讲，伊无偷脚踏车。彼时阵，我的心真惊吓，我无讲话，妈妈继续嘛无讲话。阮到警察局，规个暗时拢伫遐做笔录。当我做了笔录出来的时阵，我看到我的妈妈坐伫边仔，摕着警察给伊的便当，伊拍开伊的手，毋是摕伊。是一个卫生纸，伊嘛使拉流。我的心真歹受，想到要偷脚踏车，我迄天转去了。我甲妈妈讲歹势，互你伤心，互你艰苦。妈妈讲，袂要紧，阮陪你，
伊无骂我，伊是甲我讲，伊要陪我。陪了后，阮阁真侪摆，阁爱去法院找检察官。伫最后一天，伊讲，有两年，这记录会对咧阮。若说一滴两年内内底，阮阁发生代志，这记录会消除。我伫这两年，我要感谢上帝，我真乖，无阁做歹代志。无互妈妈、爸爸、我的亲人担心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，伫我高一做会长的时阵，阮教会举办一个单工的训练。伫训练了后，暗时训练了后，阮返去教室里，我的爸爸甲我的妈妈甲我找来，甲我讲。我要甲你讲一件代志，我讲好。平常时伊无安尼甲我讲话，因会敢若讲话就是无好诶代志，紧张啊！我先来听伊讲，伊讲，其实我毋是亲生诶，我原本诶妈妈伫诶还未结婚诶时阵甲我洗卵。因为安尼，伊无法度甲我养饲，甲我带到病院，妈妈上班的所在，问妈妈，敢有人会使饲我？我要感谢上帝，我妈妈会使甲我带返去。一个基督教的家庭，伫个内底，伊教育我，养饲我。我大汉，我食，我大。即摆，因予我入去到新学院先读册。伫咧因甲我讲我毋是因亲生时阵，迄暗我无睏，我伫我的房间，我甲上帝讲话。迄是我第一摆甲上帝讲遐尼久的话。我讲，上帝啊，是安怎？这毋是因亲生的囝，伊愿意安尼对待我，甲我养饲。是安怎？伊愿意伫咧我发生代志的时阵陪伴我，不管要去倒位，拢陪伴我。伊愿意请假，提出时间陪我去看伊。我无惊遐，是安怎？这毋是因亲生的囝，因愿意伫我破病时阵、住院的时阵，伫边仔陪伴我。我知影我是一个无听话囡仔，我爱耍、爱走、爱乱乱耍，搁常常甲因大细声。我想，这可能是上帝安排。一个家庭，伫咧阮的家庭，阮常常冤家，大细声。但是阮知影，阮心内阮知影，我是疼爸爸、疼妈妈的。我嘛要感谢我的阿嬷，我的妈妈的妈妈，就是阿嬷，对，我阿嬷。伊真疼我，伫我细汉时阵，我常常对伊走来走去。伫我要去台南读中兴大学的时阵，伊送我一条花链，一个四级的花链，我真喜欢，我常常甲伊挂伫我的身。当我有困难时阵，当我艰苦的时阵，我会听华人甲主讲话。
我嘛要感谢牧师，伫咧我高三毕业时阵，伊互我一个方向，互我会使去到有迄个信心、勇气去到台南，读联合大学，读读中原大学升学院。我要讲，像牧师讲的，我无真巧。我讲讲，常常做代志无想，就去做，所以常常了真多代志。但是我要讲，我要感谢上帝，我有一群真好的朋友，会使陪伴我，互我支持，互我力量。伫顶礼拜，阮参加到一个为中中新的部所举办的一个活动，叫神国 VIP。三天落来，我真感动。阮教会新人有去参加，我看到伊改变，我嘛改变。伫三天内底，每一组拢表现出伊的活力、热情。虽然伊可能伫结束了后，未阁甲大家联系，但是我要讲，伫厝内咱拢是一家人。阮伫遐准备自己，等来了后结束了后，转去到家己的教会，甲大家讲，阮改变啦。阮已经毋是迄个懵懵懂懂的我们。我已经大汉，请大家唔免担心。即摆徛伫遮，我嘛要甲大家，嘛要甲大家讲多谢。若准无礼拜到即个教会，可能就无即摆的我。若无即个家庭，我就袂伫咱厝，伫咱遮所有的人。多谢大家。
我无要过头面一面，完全过关。迄、那个柔性的陪伴比什么较要紧。所以真多谢志宏兄弟、明姐恁的信用，把恁的所在，咱甲啊祖母的爸爸妈妈拍个手。请咱三角来陪咱的囡仔，这个囡仔是你的囡仔，唔通袂记，这个囡仔佫较是上帝的囝。既然这个囡仔是上帝的囝，那安尼咱所有的人拢积极，请记得，卖佫甲我斗讲咱教会啥人偌歹，就是因为伊无好，所以才予咱有机会来陪伴伊，恁讲是毋是？所以今仔日的状态不好，只要咱有人陪伴，只要咱也点点啊陪伴，莫甲老鬼来陪伴。三年五年了后，伊我来站在众人的面前讲，真多谢。所以真多谢咱社青的会长，伊真无闲，少年人拢真无闲，食无闲，咱有一个食无闲牧师，伫。即个咱第一个啊，西雅图边啊，即个那啥部位无较死的，啊，实在是食不赢，啊，真侪人青年人食不赢，但是咱的啊，会乡一直不赢的中间，欢喜接家己教会的会长，搁接青年部的部长，搁真侪差不多三分之二、二分之一的时间，拢在做教会的代志，拢在过做。青年的代志，但是过得真欢喜。我想这个有哪造就伊家己嘛，会造就真侪人。所以咱拢来甲咱的会长加青年部的会长。因为这个礼拜，因为这个礼拜不是我设计，因为这个礼拜是会商设计这个流程，我讲我完全无听伊的话，所以今日你是领导。来，佫进一步嘞，我给我淡薄仔时间吼，进一步快好看。伊只有一个青年人，影响美国近代，对1960年了后到即马，已经50几年。伊是一个牧师仔囝，伊嘛是一个牧师。马丁路德金就业，伊死39岁死，所以伊嘛青年人死的时，佫予人用请近距离来死。一个30几岁的青年人，孤人，伊完全顺服，伫耶稣基督是第一听。虽然美国的宪法人生而平等，但是明明这个社会存在伫目睭前，就是乌白无变、不公平。明明就是不公平的社会，但是咱的宪法遵照圣经的原则，宪法是人生的平等，人伫上帝面前拢平等，目睭前就是无平等。所以做一个牧师，伊站出来，伊站出来。因带全美国的黑人拒绝坐公车，所以政府的公车系统全崩起。到尾啊，总统府请伊去协调，伊拒绝。要按怎样逼这个国家入来到底宪法甲圣经的原则？1963年，伊伫林肯纪念馆，伫遐咧演讲，超过25万人，包括黑人，包括白人，遐侪人拥护伊这个理念。但是你知影，要拥护一个理念，背后是一群人反对，因为这个运动到尾来伤害真侪人的继承利益。因为你会当看见，即卖伫咱的社会嘛，有真侪即款的情况。马丁路德金就业，恁当想讲，伊
大汉真方便。你若讲看到杜秋平这个家，伊某还阁遐尼少年，伊个大汉查某囝才遐尼细汉啊，伊就当屌死啦。因为偌济人，一个回应上帝听，回应上帝耶稣基督呼召的时，拢用性命伫咧拼命要完成迄个。我输到即久六十，差不多我若有余闲，我的钱差不多拢真侪拢开伫，我要去朝圣，去真侪遮个，包括这我去几啊摆，一摆一摆去到伫遐个人个面前，看因伫遐所讲个话去伫遐，我去沉浸伫遐个熟灵个气氛个内面。因为我要讲青年人，咱个一开始拢无外好，包括耶稣身边遐个学生。土耳其人他会捌几个字，但是土耳其人唔捌几个字的，竟然会当写马太福音。约翰福音，大家人来讲，哦，约翰福音外亲都外亲，唔通袂记伊拢土耳其人，拢二十几岁啊，开始对耶稣，土耳其人唔捌字。无啥捌字，竟然写出来，约翰福音书连这个博士博士拢讲，这有够偏学，充满神学。无影伊迄个是毋是咧写神学？伊迄个是是咧写，伊安全伫咧回应信仰。啊，我要讲个少年人，而且我想咱到底来读用意书，用意迄个先知所讲个，好无？二九二十八十迄个来，三，我要把我的灵。请注意每一个人，你们的儿女将要宣告我的信息，你们的老年人做奇异的梦，你们年轻的年轻人看见异象。那时我甚至要把我的脸请注意母骨和使女，以及上帝要将伊的脸灌压和萝卜甲输入。迄种足卑微、足卑贱，咱拢伫即个情况下面，上帝正直直甲咱提拔起来，所以无啥物通夸口。因为有个人讲，我老袂当创啥，即个只毋通袂记，做老的人也不过做记忆的梦。少年人要看见印象，印象会带咱直直行，你的人生有帮啊无？啊，耶稣伊就呼召你。来军队化，一个学生就放下所有一切，军队耶稣的脚步。今仔耶稣伫咧甲你弄门，你要开门无？来军队化，你要军队无？咱三个人。主管感谢，不管伫你的面前，会当常常对你话滴滴绵绵。愿你的心伫阮的内面，愿你呼召的声，常常予阮听见。阮听见，也欢喜来回应讲，我伫遮，请找我，找我。愿上帝的神安慰忧伤的心灵，愿上帝的神调整歪错的脚步，愿上帝的神，予人生要花的火，用要放弃的意念，会当重新搁倒起来。侪侪人听阮，因为耶稣听阮，阮着彼此相听。因为耶稣已经为了阮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挽回阮，予阮会当做上帝宝贝仔囝。阮感谢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